接下来刚刚有讲到了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如果你要输出一个正向的三角形，其实非常简单。最关键的地方哦，就是那个什么呢？哎，字元哪一个字乘上几次的意思哦，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回圈第一次就输出一次，那刚好 print 本身最后会自动帮你换行，所以第一个、第二个以此类推。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颠倒过来，啊，反向的话，那该怎么做？有点像这样子，反过来啊。啊，一样从13个到一个颠倒过来，所以呢，这个程式部分的话，哈，我是建议你可以复制，把这个 module 复制，再把它贴上，贴上也许可以把它改个名称啊，不然的话，你原来如果直接改的话，旧的 module 不见的话，那你可能就没有保留下来哦。那我是建议啊，像我刚刚讲，可以怎么样，把原来啊这个 module， 如果你写过，想要再改成另外一个的话，你可以按右键哦 ，copy。那贴的话直接贴到 source， 按右键贴上，那它就出现一个。那，啊，你可以按 OK 之后再把它开起来，欸，那你就另外可以改。不然的话你，假设你把旧的改掉的话，啊，原来的都不见哈，哦。那如果说我今天拿这个来改，怎么改？欸，特别注意哦，关键的地方应该什么 ？i 的值本来是1到 13， 不过我现在应该什么？把它改成13到 1，13 到。啊，对， 13到0，到1的话刚好就是2就停了，到2，1就停，所以应该是13，那这边的话记得用0，逗点之后的话后面应该加什么？哎，记得加负1。 OK， 特别注意哦，如果越来越少记得一定要加，如果没有加的话它就跳13输出就没有了，就拜拜了。 OK，哦，那后面的话呢直接怎么样让它输出，这样就 OK。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执行这样的话呢 ，run 一下，哎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直接输出 ，OK， 好，哦，那这样就完成了。再来的话哈，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再改，哎，按右键一样 copy， 把它再贴。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再改一个，改什么呢？我希望改成长得像底下这个正向加上什么呢？空白，哎，有点像什么？本来它是靠左侧的，现在靠右侧啊。前面这边的话变成什么？都是加空白，而且加空白的也有规则性哦。这规则性刚好怎么样？刚好就是哈，哦，它本来总共13，那变成说呢，它前面的空白哈，哦，一定会就是怎么样？刚好跟星号是相加，等于13嘛。哎，所以哈，哦，如果假设我要这样做的话，那要怎么做比较简单呢？这边的话你可能要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方式，我一样哦，一到假设我输出是原来是长这样，我们恢复好了哦。那如果我今天需要前面加的是空白，所以变成说我在输出星号之前我可能还是要 print 什么 ?print 那个什么呢，空白。那空白的话很简单，你就按一个空白就可以了。在双引号里面放个空白。好，哦，OK。然后这个空白的话呢，哈，啊，你要告诉他说几次乘上几次，有吗？输出几次嘛，就乘上几次，乘上它的应该是什么 ？total 是13嘛，所以13怎么样？减掉 i 不就好了啊？但是记得哈，它这边也是先，哈，先乘除后加减，所以一定要先把它刮弧起来，哦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果你这个地方因为 print 嘛 ，print 它本身哈。最后它 print 一定会多一个换行，它变成说它空白输出之后，然后又换行，变星号跑到下一行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一样，把这边怎么样，逗点 end 等于空的，啊，不过也是一样啊。如果你的 make 哈，啊，你需要改写成我刚刚讲那个 s， 啊，所以如果你用 make 或者你很计较那个叉叉的话。那你就用刚刚我讲的串接方法 ，OK， 串接也是一招哈，哦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它变成说，它就输出空白，而且空白的关系就是跟那个 i 的值刚好加起来就是13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就是，去掉那个换行，并且串接一个星号在后面啊，这个就 enter 了。所以理论上这样做哦，应该就 OK 了吧？试一下看看，哦，我不确定哈，哦。OK， 哎，有没有发现？刚刚好，哦啊，一样，请你再把它颠倒过来，有没有？就变成说，它
变成是反向的，有点像这边是13个星齁，那这边变成空白。不过其实倒也不困难啦。好，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可以先颠倒过来，然后再去想说那个空白跟 I 之间的关系，反正加起来一定也要是13。好 ,OK, 试一下齁，来画面先等下面。好，试一下这个那个刚刚讲的齁，总共就是第一个齁，那个输出反向三角形。反向齁，啊，关键就是这个 step 咯。而且前面一定是前面大后面小。再来就是输出那个这个星号前面再加上空白。那空白的数量跟星号的数量相加是13。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输出试试看齁。